我开发了个网站，让你轻松日赚千元，但是却找不到人。是真的，这个是真的。我开发的这个网站是 bituu2.org， 中文名是叫 VU， 就是为游客和导游司机提供一个平台，让那些外地的游客来到你的本地时，你可以为他们提供向导，从而赚取辛苦费。对于外地的游客来说，他们可以不必被那些邪恶的旅游公司所宰。游客被宰这种新闻大家都见多了吧？对于本地的你而言，只需带着这些游客在本地的景点逛逛，也不用看老板脸色，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，就可以日赚千元。是真的啊，是真的。以洛杉矶一日游为例，费用在$200多，减去油费，纯收入至少还有$200。你算算$200是多少人民币，是不是日入千元？而这种一日游是赚钱里面最少的，因为有多日游，需要到附近的一些远程景点跑一个来回时，那样平均一天的纯收入远远多于$200。这个网站免费给大家使用，也就是说不收取向导，也不收取游客任何费用。向导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指向导，另一种是向导兼提供车兼司机。这种向导既提供车，而且负责开车来带领游客游玩，这种也叫做旅游包车。而指向导就是指作为向导可以由游客提供车，或者在某些公共交通发达的城市使用公共交通。目前这个网站月注册用户已经过千，这些都是游客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宣传的途径，导致现在没有向导。如果你对这份轻松的兼职感兴趣，可以到网站上注册。这个网站的名字 bituu2.org 也很好记，就是两个英文单词 b 和 to 去掉中间重复的一个 t， 后缀是 o。 注册向导司机时注意是成为导游司机那个按钮，同时页面中有一个详细注册流程的文章链接，注册时请详细阅读那个链接的文章，里面有讲解如何接单。我也开发了一个安卓的 app 可以用来接单，同时也会发送接单通知到邮箱，可以点邮箱中的链接来接单。那个 Android 需要 Google Play Store 中下载，并且手机上有 Google Play Store， 你才能收到手机通知。如果没有，可以使用邮箱接单。同时你可以作为推荐人推荐其他向导司机，推荐时输入你的用户名。虽然这个网站现在完全免费，或许某一天会稍微收取一些费用，这时你推荐的人在接单赚到钱以后所缴的费用的 30% 将会提成给你。注意，将来某一天如果收费，也是先保证向导司机接到单赚到钱以后再收费。例如一单收取$5，一单向导可以赚$200。你们觉得收$5是多还少？现在主要开放的是国外的一些城市，主要有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法国的一些城市。而国内开放了深圳一个城市可以注册向导司机，国内的可以试试，只是深圳的旅游景点路线还未发布。如果国内注册的有10个，那么这边就尽快发布深圳的一日游景点路线，同时考虑增加其他城市。国外城市的旅游景点都已发布，只是缺少向导司机，所以游客暂时无法预定。只要一个城市有注册10个向导，就开放那个城市供游客订购。